实际上呢，在我们来说呢，它分四个阶段，四个时期就像在办学校一样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四个学期，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阿含小学，12年。第二个时期叫方等，叫中学，8年。第三个时期叫般若，大学，22年。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也是8年，叫法华，跟研究所。他也是把看学生的根性啊，慢慢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呢，带起来啊，华严为什么不说呢？华严是定中讲的，不是对人讲的。华严法会上没有反复。是对法身大师讲的，这个在时间上讲是不可思议的。你没有甚深定功啊，你参加不了这个法会，所以参加这个法会叫法身菩萨了不是设法界的设法界里面这些 佛菩萨阿罗汉呢都没份呢法身菩萨那多少时间说的呢？我们人间是27日中，27、14天，有人讲3期，3期21天，时间不长那么就定中的时间跟我们这个时间有时差不一样我们这个是这个世间的时候7天21天，在定中的时候那就是无限长这是华严经上所说的这时空时间可以把无量劫浓缩为一刹那，一刹那展开是无量劫所以华严是究竟圆满的大法，也就是如来证得之后把诸法实相啊详详细细说出来真的是不容易那么一切相相有，相不是没有相有性无性是体没有体性是似有理无那么相呢，相是虚妄的，相是幻象，金刚经上的比喻好梦幻泡影梦中有没有相有相，醒来之后没有了，醒来之后你想想做梦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呢？没有但是梦里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以为是真有不知道梦里面的是幻有，那不是真有。所以我们应该晓得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都是虚妄的相虚相那么这种虚妄的相虚相我们在前面也给诸位报告过，说一切法只是错误的虚妄的抽象的意念的相虚相
这个话要不好懂。佛门里面有讲的一气思想，这个好懂啊。一气就是现前这一个阶段，生老病死，这个好懂啊。啊，动无生老病死，这是一段时期，我们这人讲的是一生呢。啊，一生人寿命有长短不一样。啊，长的可以活到七八十岁。啊，古人常说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七十岁就是长寿了。啊，不到七十岁走的太多太多了。啊，我们的朋友同事啊，跟我们年龄相仿佛的，三十岁走的，四十几岁走的很多很多啊。啊，寿命长的也有到一百岁的，也有超过一百岁的，毕竟是少数。啊，这个里头就是这样，生老病死。啊，这叫一期，这是我们很容易体会到的。其实，那个一期，人到老的时候就觉察到了。啊，七八十年呢，自己想一想就真叫一弹指。啊，想想儿童的时候就像昨天一样。啊，童年在一起玩这些小朋友，啊，现在都不在了。啊，那么再看植物跟矿物，有沉住坏空啊，特别是在现代，你看看许许多多的报道啊，地壳的变化啊，沧海桑田了啊，现在南北极冰山的融化，喜马拉雅山高山冰雪的融化，速度惊人。啊，冰雪一融化，这个地貌就产生了变化。啊，第一次去的，隔两年再去不认识了。啊，特别明显的是照片。啊，两年前照的这个地方照片，两年后再去照不一样。山河大地也在变化了，那么这叫一气思想啊。那讲真相呢？真相有刹那思想，刹那思想讲的什么？生住异灭啊，生本来没有啊，忽然有。现在科学家里面发现了啊，科学家有些物质现象啊，物质从哪里来的呢？无中生有啊。你们看看钟茂生老师的报告啊，他讲得很清楚啊，科学发现的，无中生有，物质从哪里来的啊？用科学家的想法，宇宙之间没有物质啊。科学家只承认呢，宇宙间只有场啊。场是什么呢？啊，他们解释场是能量，能量在稀薄的时候没有物质，
能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物质现象啊。那么这个聚散呢，在佛法讲因缘，缘聚缘散呢，你看这佛在三千年前讲的啊，缘聚就生，缘散就灭。你明白这个道理是缘聚那个生是幻有，缘散那个灭是幻灭，既然是幻呢，那就没有生灭了。啊，那么这个意啊，这个住啊，住是生住暂停啊，啊，他住在那里，好像是停，不是，并没有停。啊，你觉得他暂停的那是什么呢？那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他不会停的。他要停了，那就真有了。啊，不会停的。啊，意识差别。前一个现象跟后一个现象肯定不同啊，灭是不存在了啊。生住一灭的时间多长呢？我们用电影来比喻，诸位啊细心去思维去想啊，你能体会到几分啊。我们看电影的放映机啊，知道啊电影那个底片是一个一个的，现在叫幻灯片啊。啊，放映机的镜头打开，一张幻灯片照出去了，照在荧幕上啊，立刻把它关起来，再换第二张，再关起来，再换第三张，啊，一秒钟，开关24次，就是一秒钟啊，就放映出来24张幻灯片。你看每一张，它在荧幕里面停留的时间。你就想生住一灭的时间多长呢？24分之1秒，24分之1秒吧，你看到的生住一灭，你看不出来呀，24分之1秒太快了，你念头还没动，它就没有了。啊，这是你从电影上看到，电影荧幕上的画面。不可得了，不就是般若经上讲的吗？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我们现前的这个现象呢，现前现象我们常说是佛在人王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的，那个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人王经上给我们讲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灭啊。那我们的弹指一秒钟至少可以弹4次啊，4×60×900，刚刚好2,108,000。一秒钟2,108,000次的生住一灭，就是一个生住一灭，就是一个画面。生住一灭，它时间多长呢？啊，是216,000分之1秒。这是我们现前的现象，啊，佛在人王经上所说的。事实上，我们讲经的时候说的，佛这个说法是方便说，为什么呢？
真相比这个速度还快。216,000分之1秒不算快啊，那快到什么程度呢？10,000分之1秒、10,000分之1秒、10,000分之1秒，那是真的，哪有物质存在呀？诸位要能够常作如是观呢，妄想分别执着就很容易放下。那一放下，恭喜你呀，你就成佛了。就不难了。不是，现在为什么放下这么难？从前张家大师叫我放下的，我们叫我布施要叫我放下了，从哪里下手呢？先从名利下手。为什么呢？这是你最放不下的。我们真的就从这里下手吧。对于名跟利呀，淡薄了，不再追求了，慢慢养成了，连那个意念都没有了，自己有能力看到别人有需要的，真的舍得，肯帮助别人，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因为身心世界这一切无所有啊，毕竟空不可得。你要不肯放下，错了，不肯放下就永远搞六道轮回。头一个放下执着嘛，轮回就没有了嘛。再放下分别，是法界没有。再放下妄想，一真法界现前了。一真法界里面决定不会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一真法界立刻变成是法界，稍稍有一点执着马上就变成六道，速度太快了。这实相通达真实相呢，这个智慧就叫实相般若所以实相般若是智慧之体，那真的是不错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确确实实是无所有毕竟空所以这个注解里面，实相般若是般若之离体，就是自性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佛常常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智慧表现出来就是觉，大觉。所以觉是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有的。我们中国老祖宗说得好，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要用我们中国话来说呢，那佛所讲的本性本觉。人之初性本觉。觉就善。不觉就不善了，这个意思能会通啊！不过佛法讲的是讲得很明白，很肯定，一定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儒家所讲的没有说得这么清楚，而只说这个东西要淡薄，这时候如常讲的没有说彻底放下
啊，礼记里面讲傲不可长啊，这个话说得很好啊，欲不可纵啊，你看他还承认你，这个人确实与生俱来的有傲慢有欲望啊，但是限制你傲不要再增长，欲不可以纵啊，他说的这些，但是佛法不行，佛法通常要断掉啊，所以这一点不相同啊，那没有断呢，没有断他是世间般若啊，这是我们在佛法里面所学到的叫世间般若，要是断掉的话啊，执着分别断呢，出世间般若，起心动念断掉的时候那是上上般若啊，那么这一点意思我们总要能够搞清楚啊，那用这个法相中的四分的说法，实相般若就是四分里面的自者正自正分，这是实相般若啊，自正分是法性的，法性的本体，正自正分是法性本体里面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见分是精神，相分是物质啊，精神的世界物质的世界都是从自性里面变出来的啊，你怎么能对它通达明了呢？因为有自证分，就是自性觉啊，所以是他这里说的好啊，本来为众生所具，这句话说的好啊啊，实相般若哪个没有，个个都有啊啊，就是自性觉啊，所以你要肯定啊，肯定自性觉，肯定自性善，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法，佛菩萨是教出来的啊，圣贤人是教出来的啊，好人是教出来的啊，再跟你讲坏人也是教出来的啊，看你怎么教法，你善法教他，他就变成善人，你觉方法教他，佛法是觉啊，他就度觉悟了，你要用恶法教他都变成恶人，你要用迷的法教他，他就变成迷惑了。那我们看看现前这个世界啊，谁在教呢？24小时不间断的在教，电视网络啊，你看青少年多少人迷在这个里面啊，现在叫网吧了啊，他叫什么？他所教的不善，他所教的迷惑，所以常常接受这种教育就出了麻烦，麻烦严重的就是青少年的自杀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世间人还没有到觉悟的时候，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世间人有相当程度的迷惑，如果这个青少年玩网吧这桩事情一天要自杀个几千几万人，社会大家就慌了，
那个警觉性就提高了。现在每一天死几百人还不在乎，好像这个还没了，到每一天死几万人，你看看的时候怎么办？你看到这个世界走向毁灭了啊，可不可能？很可能。你要不相信，你从数据上来看啊，青少年的自杀十年前跟现在比增长多少倍，跟二十年前比，跟三十年前比，跟五十年前比，几乎没有听到过青少年自杀。啊，十年你看这个数据，很惊人的，很可怕的异常现象啊！啊，这个现象原因在什么地方？总得多去想想。啊，违背伦常的事情，现在都不能说违背，为什么？伦常没有了吗？啊，父母忧心忡忡啊！啊，儿女不听话，无法管教。啊，老师，我遇到的老师很多啊，啊，在我面前诉苦啊，学生不好教，啊，学生不听话，那怎么办？啊，你一个人尽心尽力去教他，以善法教他，大环境不好啊，大环境是个染缸啊，他怎么能不受影响？不受影响要很深的定功啊，要很大的善根啊，这样的年轻人到哪里去找？今天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啊，有没有东西能救呢？有，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弟子规社会大家不重视啊，殊不知弟子规能救世界，能挽救这个劫难。可是有许许多的人疏忽了，没有瞧得起。看看那薄薄的一本，啊，1080个字，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来问我，啊，我这些年提倡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啊，为什么不提倡四书五经十三经啊？你提倡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啊？道家为什么只讲感应篇？为什么不讲老子庄子？佛法为什么不讲大乘经典，要讲十善业道啊？我得答复啊，今天在中国佛教有藏经啊，有大藏经，道教的时候有道藏，现在儒啊有一些专家学者在编儒藏，这个分量我们这几个房间都容纳不下了。如果把佛家的大藏经、道藏、儒藏统统合起来，放在天平上去摆一摆，啊，看看哪个重。这一边就放呢，《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就放这三个。那个里面放
放那个三个教的这个经典到天平上一放呢，我会肯定它的重量是平等的。为什么？这三样东西分量为什么会那么重？没有这三样东西啊，儒释道都是假的。不要看一大堆呀，那些泡沫东西没有分量的呀。啊，这三样东西落实了，儒释道有这三样东西是根呐。你们有这个认知，你就不知道啊。你也有这个认知，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呐，好像大树一样，它有根，它就有树苗，它将来会长成大树。啊，没有根，你们要儒释道没有根，就好像把树砍下来，啊，砍插在那个地方，没有根是死的，几天就死掉了。啊，你不要根呐，你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啊，除掉了根，你砍伐了个树木是可以有一点用处，死的后面没有了啊，所以你要知道根本可贵啊，根本是活的，根本能救世界，能拯救这个劫难啊！没有这三样东西，你那个儒藏也好，道藏也好，佛藏也好，救不了世界。哎，今天这些灾难你对他束手无策，你就晓得这三样东西多重要啊！所以我的大福很简单，《弟子规》是中国传统文化啊，儒家学说的生活化，落实在生活当中啊。啊，落实在处事，在人接物啊，就是的。四书落实在生活里面，就是《弟子规》；五经落实在生活上，就是《弟子规》；十三经落实在生活上，还是《弟子规》。你不能够落实，你只有言说，你得不到丝毫的利益。为什么呢？啊，你是专家学者，啊，你是一个这个大学问家，头一个你家不和，你们在家里说父子不和，夫妻不和，兄弟不和，你还说什么？啊，没有念过四书，没有念过这个五经，没有念过十三经，他就念《弟子规》。他们家庭夫妻和，父子和，兄弟和，你看看哪一样好，哪个有受用？这不是很清楚很明白吗？啊，在佛法没有十善业道啊，你把华严经从头到尾背过来也没有啊。小庙里住两个人天天吵架，没有十善业，假的不是真的 啊。所以我常常讲啊，学佛跟佛学是两把事啊，啊，儒学跟学儒也是两把事啊，不一样啊。啊，就儒来讲，啊，有人问呢，啊，你讲的儒学什么意思？学儒什么意思？啊，我就用儒家的讲法，儒家讲的方法叫纲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到这两为止，啊，你能够做到了，啊，
博学圣审问圣思名篇没有读行，那就叫入学。读行认真去做，这叫学入啊。弟子规是读行，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前面啊，博学审问圣思名篇，你没有读行呢，你那个没用处。我这个讲大家很容易懂啊，啊，中国从前的社会，我是沾一点边缘，啊，我十岁离开农村，农村里面长大的，啊，农村里面社会，确确实实是传统的社会。啊，家家和睦啊，这村庄里面人和睦啊，啊，许许多的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但是懂得孝悌忠信，知道礼义廉耻，知道谦虚，知道尊重别人，知道关怀别人，知道照顾别人，知道帮助别人，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社会是和谐的，和谐社会啊！今天读书啊，认识字啊，啊，都手上都有电脑啊，啊，不，啊，不懂得谦虚，不知道做人，父子没有亲。啊，夫妻说老实话没有爱啊，为什么呢？啊，我想中国向外国人学，外国人夫妻都有隐私权，有隐私权就有防范了啊，最明显的，先生多少钱银行存款太太不知道，太太存的钱先生不知道，这就没有爱啊，所以父子不亲呐、啊，那真叫家不家，国不国 啊！只有利害，没有道义呀、啊！啊，所以从前中国社会呀、啊，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他有道义，他讲信用啊，小店里面啊，去赊账。拿东西回来，有时候有很多小店不记账的啊，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就还过去，真的有钱赶快还啊，有时候的时候老板的时候东西拿去过了几天他自己忘掉了啊，什么时候你来拿东西啊，我给他讲起来想半天才想起来，那是什么社会啊，今天的时候有了借据还赖账啊，所以想想不一样了，哎，这就是一个是有德行的，没有德行了啊，佛法亦复如此，佛法里面讲信解行正啊，你有信有解，经典讲得天花乱坠啊，著作等身，实现也做不到，假的啊！头一个你身心就不和，身心不和怎么样，你多病，你多烦恼，你多忧虑，这就是你没有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了，得到真实佛法真实利益，这些忧悲苦恼早就放下了。你般若现前呐、啊，你法喜充满呐、啊，啊，一切时一切处常生欢喜心啊，你的身体身心就得受用。
啊，身心没有得到受用，你的家庭家人怎么会得受用？哪有这种道理啊？这就是佛学跟佛学，佛学佛学学佛不一样啊。所以说你看看，这都是佛讲的本来为众生所具，我们现在要把本来所具足的实相般若把它找回来啊，很容易找回来啊。为什么呢？本有嘛，并没有真的失掉嘛，只是迷了啊。为什么迷呢？妄想分别执着迷了，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弃，它就现前了。不但智慧现前了，道德现前了啊，能力现前了，福报现前了，为什么不放弃啊？念念有自私自利，念念还贪名闻利呀，这个很糟糕啊，很麻烦呐、啊！啊，是自己毁灭了你自己，毁灭了你的心德。啊，这是真正的迷惑。啊，如果你真的学佛，无论从事世出世间法，无往而不利啊。你是圣人呐、啊，你是菩萨住世啊。啊，你做的这些事业的时候，那真正是世界第一流的事业，无与伦比的大事业。啊，无论干哪一行，都能做到世界第一。啊，不是做不到，因为你本来是佛。啊，中国人讲你本性本善，哪有做不到的？啊，底下一句，利益企业虚妄之相。啊，一切虚妄之相，总而言之。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佛把它归纳这三大类啊。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你就得大自在了，你智慧的能就现前了啊。所以这是智慧的离体啊，智慧的体啊，般若的实性啊，就是啊，是所证之离体。这个离体是本有的，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啊，是本有的。观照般若呢，是观照实相的实质啊。你怎样把这个实相般若找回来？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观照啊，观这个意思在前面说过，初心叫觉，觉已经很不容易了，觉而不迷啊，很不容易了。观是细心啊，细心不要去想，叫照，像镜子一样照，不要想啊。为什么呢？一想就迷了，想不得啊，所以不可思议嘛，想是思嘛，不能用思，用照啊。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直觉啊，对一切人事物，对事处事法，用直觉，不要用思考，这是用真的智慧啊！真智慧照见的，你看《般若心经》，大家念得很熟，《般若心经》上说：“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我们是换一句话来讲，是一个意思。啊，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你对于五蕴，五蕴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归纳为五大类，你就能放下了，你就不再执着了，也不再分别了，也不会起心动念了，那你就成佛了。啊，还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你就是菩萨。啊，还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不执着了，那你是阿罗汉。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那你是凡夫。就这么回事啊！啊，佛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明了之后要真干。怎么干呢？从今而后，眼见耳闻呢，都懂得关照。关照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真相，你就见到真相，能见到真相，理解这真相，明了真相，通达中相，真相，这叫实智，真实智慧。世间人迷在里面呢，啊，他所见到的是假象啊，啊，为什么？他是妄心，妄心把真相就转变成假象，啊，妄想分别执着是妄心呐，妄心看真相，真相就变成妄想了。为什么？经教里常讲，相随心转，就这么个道理。相随心转，啊，懂得这个道理，然后再告诉你，境随心转，你就能体会了。境界啊，境随心转，那我们的心善良，我们现在世间所有灾难都没有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一个地区没有灾难，这个地区的人善良，不造恶业。我前几年在日本参加两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在日本冈山开的，啊，距离大阪不太远，就我在那里住过两次。当地人告诉我，大阪400多年来没灾难，我很惊讶了。再一打听，那个地方的人非常淳厚，你看居里大阪，他们的这个火车啊，这个快速的列车只有30分钟就到大阪。他们这些人从来不到大阪去，愿意住在这个小镇啊，而且人家家都有储蓄。真正做到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那是很惊讶，这种社会啊，是在书上念的，这古人有啊。现在这个社会，哎，这冈山区还有这个样子，就是那个小镇。就他们告诉我，日本灾难很多的时候，这个地方400多年没灾难。啊，什么道理？人心善嘛，境随心转嘛，
一再看灾难频繁的地方，这个人，这个地方人心不善，人心不平啊！你细心去观察，细心去考察，你就会明了这事实真相，确确实实境随心转啊！啊，所以有灾难来的时候，你看看儒释道的高人，真正的高人都教我们把心静下来，把妄念舍弃啊，确确实实是佛家所说的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地区灾难自然就没有了。不是迷信的，境随心转啊。那么这些没有受过传统教育的人，他不相信，他相信科学，他说你这个讲法没证据啊。这两天悟道法师给我一个传真啊，他刚刚从日本回来啊，在日本呢跟江本博士见了面啊。江本胜博士是很希望来到香港来看我，把这个讯息传给我，我说我很欢迎啊，他是特别来看我的，我很欢迎。我说来的时候很好，让他带一点资料过来。他做了十几年的水试验，水是矿物啊，在科学试验当中肯定了水会听会看，懂得人的意思啊，他看到听到善的，他的反应的结晶非常美，不善的那个反应非常丑陋啊，这是科学试验探测出来的啊，尤其难得。他在几年之前啊，在日本琵琶湖做个试验，这他搞的。他邀请了350个人做一个小时的祈祷啊，祈祷词很简单，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大家把心定下来，把所有一切杂念都放下，只有一个念头，湖水干净了，就想着一个念头啊，没有杂念，湖水干净了。一个小时祈祷之后，第三天湖水真干净了，20多年的那个臭的味道没有了啊，波浪也没有了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保持了半年啊。日本的电视这个报纸通通都报道这个消息，境随心转了啊。如果这样的祈祷要是每一个月去做一次，他那个弯曲永远干净，他只做这么一次试验，居然干净，保持干净半年啊。我们如果懂这个道理，现在这个时间最严重的啊，就是这个冰川的融化啊。如果我们全世界的人能觉悟，不要多，1%啊，1%的人，这个力量我们在一起祈祷啊，南北极跟高山上的冰不再融化了，肯定它就会止住啊。
可以做这个实验的。所以江本博士来，我有提议啊，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实验啊，因为这个融化是很麻烦的事情啊。科学家的预测，海水上升，全世界沿海的一些城市通通要被淹没啊。他来的时候好，来得好，我们可以共同来做一个声明，哎，要求全世界的这个信仰有宗教信仰的人啊，大概啊十分之一应该不成问题啊，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共同来祈祷啊，来把这个桩事情呢把它止住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能改变这些灾难了啊。所以我们热忱地欢迎他来访问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会用关照啊。下面这个方便般若了，这是教学啊。真正功夫得力的时候了，是在关照啊。关照是学佛，方便是佛学，你就懂得了啊。那也很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